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可是年过五十的翁先生如今却执意要结束他与妻子二十多年的缘分。我想离婚，同老婆儿子都经过很多次商量了，因为两年多了，一直这样拖下来拖下来，心里拖不下去了。为了离婚，翁先生想尽了办法。上次那个向法院起诉，那法院呢，没有第一次没有判决，找过当地的调解机构调解过，没有调解，没结果没有。尽管多次尝试离婚都以失败告终，但翁先生的态度依旧决绝。他说：“这婚他是非离不可。”如果万一他还是不愿意跟你离，你打算怎么办？万一不离的话，我还要第二次起诉，直到离婚为止。翁先生为什么一定要离婚？他的妻子翁女士也不明白。我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跟我离婚？我不想离婚，我想保住这个家庭，因为我是爱他的。翁女士说，丈夫离婚的决心有多大，她坚决保卫这段婚姻的决心就有多大。调解现场，他们的儿子小翁在电话连线中也对父亲离婚一事表示强烈反对，甚至放下狠话。那如果爸爸现在一意孤行，他就是想要离这个婚，怎么办？那我是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密室环节，翁女士的情绪更是一度失控。连感情啊，这个畜生！来，他一边动手，他一边动手，那个景色呀，我死也不离婚。翁女士和翁先生的婚姻终将何去何从？一切尽在今晚的金牌调解。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是张燕，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燕仪白老师，欢迎您，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欢迎大家，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是一对夫妻，翁先生翁女士，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要解决什么问题？希望解决我们两个人的婚姻问题。朝着哪个方向解决？这离婚方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急着要离婚，我呢不想离婚，因为我很爱他，我想保住家庭，保住婚姻。二位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们已经分居两年多了。没有，只有一年多一点。他现在睡在办公室里，我睡在家里，我叫他回来他不肯回来。离婚的前奏往往就是分居，而翁先生和翁女士的分居又是因何而起呢？翁先生说，他与妻子结婚多年，感情还算稳定，两个人共同经营了一家建筑公司。2009年，生意如日中天之时，妻子却给他找起了茬儿。2009年，我的那个生意正时尚的时候，我应酬比较忙，外面那个吃饭基本上天天在外面，基本上。他天天要盯着我，我上车他也上车，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你去外面应酬呢，他一向人要跟我说，你再这样盯下去，我们这家人家要混了。他不听，还是这样搞，他说宁可回家种田去的，是吧？那我说有你这句话的话，我说那我总是工程不做了，我外面不走了。当时有多大的规模？你整个的工程在外面1-2千万。真的就因为他这样你就不做了？不做了，不想吵吵闹闹过日子，后来我总是外面不走。我来问一下翁女士哈，你有没有跟他说的那样的，当他的工程做到顶盛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做。有时候打他电话他关机，回来很晚，那女人们在家里面总要多想，后来我就跟了他。后来他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意不做了，就像你说的一样，回家种地去。他说应酬有时候，他说我也很烦的，他说我吃他醉昏昏的，我也不想去。我说那真的这样辛苦的话吗？我宁愿吃苦一点，回家种地去。我已经讲这句话了，那是因为他说他苦呀，是不是？那后来他真的决定说干脆不做生意了，就回家了。他做了这个决定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玩股票了，玩了股票也不想做工程了。工地上是他没去，他自己在炒股了，对吧？这个你已经错了，去的时候已经不做工程了。做的怎么会不做呢？我已经我外面不应酬了，外面不应酬以后，那开始接触炒股了。结果呢？结果亏了，最后估计损失大概分了6-7万吧，基本上已经赚的钱全部亏光。
我的一生和他都有关系，这个祸水现在他引起的，亏是我亏掉的，我应该承担很多责任，那起因也是他起因的，如果我好好的在做工程，不可能去闯。你能怪他的是他当初对你做生意的干扰，对，导致了你今天这样的一个结局。哎，对，我觉得他这个推脱责任自己，那是工地上都是他没去，他自己在炒股了，对吧？怎么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来，我并不去骂他，那也算好了，是不是？其实炒股有赔有赚也属正常，可翁先生输光千万家产还负债600万，这责任是怎么也推不脱的。翁家负债累累已成事实，回头再来追究谁的错误更多，谁的责任更大，已经于事无补。翁先生说，那时候家庭经济遭受重创，他的内心也十分煎熬，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而就在这时，妻子却过上了一种与他截然不同的生活。从那天开始，晚上出去唱歌，每天到12点。后来我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老婆外面现在玩得很疯狂的，你要滚一滚了。我就开始怀疑了，我就翻他的手机了，手机里面他和女人说都是亲爱的亲爱的，那个女人发信息给他，他说我想你，他说想我打我电话。聊天是这样的，那个人呢是他做保险的，那我大家不是做生意吗？就是当时留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电话嘛。那有没有像他所说看到的那个聊天内容？是我发的，就是一个玩笑开了过头了，就是。后来人家都懊悔了，又是过头了，是吧？我都说得清楚的，他就是摇着尾巴不放人呀，就是。这一点，翁先生确实是这样吗？不是这样。不是光这样一条短信，有上百条短信。我说真的，有这种事情，我天打雷劈的。我翁女士不止一次的这样赌咒发誓来自证清白，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短信却在翁先生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挥之不去，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此破裂。我发现了这个信息以后，我说我要离婚。那么他嫂子说，你现在离婚对小孩不利，20几岁了都要成家的时候，是吧？那我想想也有道理。那么我说我不离婚也是做名誉夫妻了，是吧？从今以后他不要来跟我，我不去跟他。因为担心离婚会对儿子将来的婚事造成影响，翁先生决定先与翁女士分居，离婚一事也暂时搁置。分居一年多，两个人也不常联系。就在两个月之前，翁先生再次提起了离婚，而且这一次他可是动起了真格的。你提离婚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提的？今年那个3月份，两个人谈了几次谈不好，后来呢我4月份上诉，我们是4月26号开庭的。法院他说再过几个月，他说看看。接下来嘛，后来我又叫那个当地的调解，那个调解也没有调解，就不出来嘛。也就是说，从3月份到4月份，你是采取了3种方式来办离婚。嗯，你们分居这么久，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没有。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翁先生又提出了离婚的事情呢？债务问题，现在债务大概500多万嘛，将近600万债务。那个房产呢，可以统的房产呢，300多万，他们就是不肯。不同意买，不同意买，人家结了，那么都起诉了。去年年底拘留15天，他已经拘留15天，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如果这个房子再不卖，你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如果再不卖的话，天天对付法院，那无法工作。如果最后执行的话，会面对什么样一个结果？这些房子保得住吗？可能是保不住的。我跟他说，你不肯卖也保不住，你叫法院拍卖，也现在已经到这拍卖程序了。我说你拍卖还不是我们自己卖的，不听。所以说你这样一搞以后，这个我们这个处境越来越恶化。这个跟你要离婚有关系吗？离婚，我想把债务给我，我一个人来处理，还有那个2300万的债务，我一个人来背，债务是第一位，不离婚。我这个债务无法解决，都要通过他。
他不同意我没法做。汪先生告诉我们，由于妻子执意不肯卖房，他又无权独自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无奈之下他只能用离婚的方式来分割财产。他希望妻子将房产转给他，让他还债，剩下的200万债务也由他独自承担。汪先生这套方案也算是合情合理，可让我们不解的是，汪女士为何宁愿被起诉也不肯变卖房产？她又何苦把自己和丈夫逼到离婚的这条路上呢？两个原因，一个我小孩子已经一个28岁了，一个26岁了，是吧？这个房子能挺着挺过去，对吧？这个房子才是不卖，假使的确要卖的话，我就是也会同意卖的，对吧？那就是要他回来好好叫一家，大家团聚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在家里是不是？你是希望说，他能够好好的跟你一起过这个日子，哎、你是会愿意把这个房子买了来还债？哎、卖的哎。也就是说，你并不是一味的坚持一定不卖。哎，我不是说一定不卖，对吧？但是你还是希望他能回到你身边来。哎，我是希望他回来，是吧？假使的确要卖的话，我就是也会同意卖的，对吧？那就是要他，大家团聚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在家里是不是？我是希望他回来，是吧？因为我是挣得很，好像比我的命还重要，挣的。原来翁女士并非像翁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愿意卖房还债，只不过她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希望翁先生回家，她心甘情愿和丈夫一同背债，可翁先生却一再拒绝。这就奇怪了，翁先生主要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还债东山再起吗？为什么他要一再拒绝妻子的好意？这仅仅是因为妻子给他留下的阴影吗？翁女士说，其实丈夫费尽周章的起诉离婚、调解离婚，并不只是为了还债，而是另有目的。离婚就是外面有女人了呀，他们自己微信聊的。你看到了他们的微信聊天？哎，我有，我看到的，有证据啊。翁女士拿出了一份翁先生与对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由于涉及翁先生的隐私，我们征询了他的意见。再正好关于这个微信的通信这一块的内容，也是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们要去看他，你同不同意？这个可以，这个更像是拍下来的是吗？嗯，拍下来的。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没有他，我也会这么做。好，我们来选择一点内容，先来看一下吧。哈，这里说的就是，你就不能发狠心对付一下某某某吗？要么去找他拼个你死我活的，哎、要么拼个同归于尽的。不发狠心，他不会罢休的。哎，你就不会去威胁他呀？翁先生说，我明天同他说去金牌调解，他可能感兴趣。然后对方说不一定，他现在对你是变幻莫测。千方百计的要拆散这个家，我千方百计的要逼我，你说的是为什么？翁先生，对于这些内容，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我承认有女朋友。那是不是现在还是保持着联系，保持着这个关系？联系现在要半个月不联系了，现在不交往了。这里我还看到了一个称呼，就像是夫妻一样的老公老婆的称呼也有，就是很亲热的。这个称呼能说明什么吗？这个是开玩笑的。翁女士，你拿这个给我们看，是想告诉我们这是她离婚真正的原因？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摆脱我。那对于翁女士提出来的，她认为你要跟他离婚，最直接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自己要离，不动他没关系。我早就跟他说过了，你哪怕动把我的和他搞开啊，我也要离。翁先生的话说得很无情，也很决绝，他甚至不愿意再做争辩。此刻的他似乎一心只想离婚，可离婚一事阻力重重，不仅仅来自翁女士，还来自于他们的儿子。儿子，我爱儿子的。儿子他说他不同意，他说我自私。翁先生的儿子对父母离婚一事究竟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拨通了他的电话。喂喂，你好，是小翁哈，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的。先问一下你，对于爸爸妈妈关于离婚的事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一家人全部反对嘛，我爸自己他一意孤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对妈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对我爸的那个，就比如说一些行为啊什么的，确实是不妥的。
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男人，你一个家的顶梁柱，是不是你不能说因为我妈做的比如说有些方面做的不好而把一些责任归咎于我妈。你们也知道我28了嘛，今年然后还没成家，家里有这样的经济状况，他作为一个父亲，他是不是该为我们考虑？因为我婚期以后再说，我跟你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家里没有一个定性，另外一方面是他离婚了，离婚了这样一个父亲对于我以后的家庭，我女朋友家的看法，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父母他们离婚了，等我父母生病了，我们作为子女的法律意义上是应该照样赡养他，但现在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仇恨了，也是因为我现在都劝他，他以后未来的老年生活是怎么样的我都给他已经想到了。那如果爸爸现在一意孤行，他就是想要离这个婚怎么办？那我是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啊，小伙子，问你个问题啊，我是调解员本姨，我问一下，我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你父亲离婚你就会恨他？就是你爸爸和妈妈他们已经分居这么长时间，他们的感情没有分居这么长时间，就一年多，而且是我父亲是外面有女的才会跟我妈这样。一个人他有了后路，他就才会义无反顾的。我明白了，其实你不想让爸爸离婚，跟他是不是会影响你的这个婚姻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他对家庭不负责任、不忠诚，因为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所以导致他要把离婚这件事情如此迫切的来去解决。对于这件事情，你觉得作为一位父亲是不应该这样去做的，作为一个儿子你是无法接受的，这个是你真正的原因，对吧？对。好。小翁哈，我也希望说给你一个机会再跟你的父亲想跟他说几句话的话，你想跟他说什么？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也希望你们父母两个人就踏踏实实的有自己的事业，再奋斗几年也是该享福的时候了，反正离婚我是不同意的。你的态度我们清楚了，谢谢你哈，小翁。好的。好，再见。看来儿子的态度非常的明确，不是他在挑拨的，他把挑拨父我们父子仇恨了。现在那现在犯罪呢是我的错了，是我外面有女人要得要离婚，本来就是你的错，我本来就是没有的呀。所以说呢，弄来弄去也不要弄了，一定要离的。我做到我父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对我怎么样是他的事。那翁女士你现在怎么想？一想想也不开心，这做了几十年的钱也全部给他这样赔光了，是不是？那我说好好的搞，我们还可以重新好起来，是不是？你总认为只要夫妻还在一起，一家人齐心协力，再大的困难也能过得去。你能扛过去，我也能吃，是不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不明白外面的人，我难道比我家里的还有更重要吗？我真的想不通。你们现在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把所有事体都联系到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上面，把儿子的事情也联系到我们两个事情上面。翁先生的确有错，他对家庭与婚姻的背叛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可儿子为什么会卷入他们的婚姻大战，甚至对他产生恨意呢？把燕一老师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你想问一下，儿子是怎么知道爸爸在外面有女人的这个事情？我直接跟孩子讲了，夫妻之间的实质的一些问题，就这样直接跟孩子说，您觉得这样对孩子会有好的影响吗？对于您去挽回丈夫的心会有好的影响吗？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你打不过你丈夫了，所以把儿子拉过来当帮手。我们可以借助外在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去利用孩子对于自己家长的爱来去做自己一个武器或者砝码，否则的话以后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即便回来了也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去说再去思考孩子内心当中被抛弃的那种痛苦的感受，妻子相濡以沫三十几年的同甘共苦的那种心酸，他没有能力去考虑这些事情了，因为他要考虑的只是我一个人和三个人的战争如何去进行下去。所以您用了一种最不聪明的方式把您的丈夫更快速地推出去，
让您的孩子们卷入到这场情感的纷争当中，并且让他们也处在对长辈的这种仇恨、对婚姻的恐惧和质疑当中。所以就你们的问题来看，你们开的都是什么样的玩笑？没有解决婚姻关系就去交女朋友，这绝对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也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事情。另外，作为家庭当中的妻子、妈妈，作为一个女人，我们要学会一个词叫矜持。作为女人，如果不以矜持为本的话，那这个女人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你作为一个女人，怎么能随便跟别的男人开那样的玩笑呢？您的不矜持导致了今天你有把柄在你丈夫的嘴里。您觉得你的丈夫还应该对您特别坦然的接受、欣然的理解、接纳您的回归，然后还心无芥蒂，那他的心得有多大呀？所以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做女人要矜持，做男人要担当。而你们家庭当中的两位成年人，也就是我对面的您二位，一个没有担当，一个没有矜持。再给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即便不离婚，请问你们婚姻当中信任没有？尊重没有？过往美好的记忆也已经都成碎片了。那么你们的婚姻留下了那个壳子，剩下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彼此的折磨和不断的伤害。白老师认为，翁先生和翁女士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复存在，婚姻很难再维持下去。现场的观察员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和你们聊一个词语，叫心机。在有一些夫妻当中，心机这个词语，有心就会有发展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夫妻当中呢，心机这个词语，有心代表着用心去投机。所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会过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我遇到过一对夫妻，他们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喜欢吃宵夜，所以呢，我就会到那对夫妻开的烧烤摊上去买一些吃的。那对年轻的夫妻呢，很有心机，他们有一对龙凤胎的儿女。这对夫妻当中的妻子经常会用心机让自己的这两个孩子啊，去帮你爸爸端杯水过来喝一下。爸爸呢也会有心机对孩子说，哎，去给你妈妈拿条毛巾过来擦下脸。而您二位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心机的，只是这个心机的机不再是机会的机，给我带来的感觉更像是投机的机。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不愿意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想把日子过好，心一定要有，但绝对不是投机的机，更多的应该是创造机会的机，这才应该是我们所推崇的心机。刚才在这个微信对话里面，我看到的情况，我不禁感慨。感慨什么？感慨先生找到的，看到那些方式里面，我感觉到了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他不够成熟。先生已经50多岁，人生是经不起多少折腾的。跟一个不成熟的人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矛盾、纠葛和不理解会很多。过去你的身边的这个妻子使用的方式就不成熟，而现在你要找到的这个女人她一样的不成熟。所以我想请问先生，不管你要不要和你身边这个女人离婚，你是否已经决定为你的婚姻去成长，为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去做一些改变呢？幸福永远不是在你对方的身上找到，它一定是在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慢慢发掘出来的。我也想问问女士啊，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同样表现出了一些不成熟。你虽然嘴上说，哦，我看他比看得我的命还重要，看得命很重要，又拼命的去折腾他，难道你也是这样的吗？
即使你把他看得跟命一样重要，对方也不要这个待遇，因为我折腾得够呛。所以有些时候看的东西重还是不重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看的这段关系也好，看的这个人也好，你为他，你真的发自内心的欣赏，发自内心的对你每一段时光都如此的珍惜，愿意去营造一份愉悦和幸福，并且为了营造这份愉悦和幸福，你愿意去学习一些方式，你有没有做过？翁先生，你是属于自私，你是不管不顾，图自己的一时之乐，究竟乐在何处？口口声声指责现任妻子对你的跟踪也好，插足你的生意也好，导致你放弃几百几千万的生意，这个话一点都不可信。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妻子，你真的把妻子当作你的妻子，把这个家当作你自己的家，你会走到这一步吗？我仔细听了一下，还有几个法律概念，首先帮两位当事人捋一捋。那么第一个概念就是，虽然男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是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在这个期间是不可以再结婚的，也不可以再去找女朋友。第二个法律概念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婚姻法规定婚姻是自由的，那么女方当事人或者说鼓动吧小孩来参与到你们这段婚姻之争的纷争当中，甚至乎小孩有干涉父母婚姻自由的迹象。举两个例子，刚刚现场连线的时候，你孩子提出假如父亲离婚将断绝父子关系，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要挟，那么这其实就是对婚姻自由的一种干涉，和现行法律制度是不相符合的。第三个法律问题，你们双方啊，特别是女方刚刚提供的那些聊天记录，不可以用非法的手段来调查取证，一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和现行法律规定也是相悖的，更不会成为法庭的一个证据，因为你这个证据的取得方式是违法的，就违背了证据的合法性。其实我们经常说婚姻当中两个人相处的模式，这种相处的模式决定了婚姻的质量，而在你们二位的这种婚姻相处的模式当中，你们都是一个赌徒，而且是不计成本的去赌。比如说翁先生当初在做股票，执意的去把自己那么辛辛苦苦赚来的很多很多的财产变现投入到股票当中，那最终是倾家荡产。而翁女士现在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在赌，没有考虑自己在这个现在的婚姻状态当中你的实力、你的感受、你的幸福、你的未来，只是觉得我应该要赢，我不能输，然后不计成本的把自己扔进去，把孩子拖进来。那最终呢，这边已经倾家荡产了，您这边会如何呢？其实结局可能会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做生意还是经营我们的人生，都不能去赌。其实一段婚姻维持下去最为必要的条件就是彼此之间还有情谊在。这一路走来，翁女士和翁先生对彼此都有过背叛，继续维持下去也是相互折磨。鉴于这一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好聚好散。我们的观察员苏丹老师决定将翁女士单独带入密室。那我跟你说，哎，你想想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嗯，其实并不舒服。你看，好多事情是过不了弯的。嗯，第一个就是你的那些事儿，他认定有的那些事儿，他过不了弯，你们都几年都有分居行为了，而且说是就算你们俩就凑一锅里面去，就算凑的一锅里面，
你不会哪一天看他笑，在那发愣笑，你又想睡啊？你总会在他愉悦和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勾起一点不舒服。我问你，这样的对你的是不是一个很深的伤？苏丹老师提醒翁女士，如果她是赌着一口气不离婚，只会两败俱伤。对此，翁女士没有明确表态，但她提出要先将债务问题分割清楚，这似乎已经让人看到了她和丈夫即将分手的征兆。堂哥哥30万，我娘我姐姐那里30万，你意思说要再加上娘家的30万都还掉？哎，还掉啊，然后就让你不背债的离开。哎，不背债。接下来我们将翁先生请入密室，由罗九宝律师帮助他们共同拟定离婚协议。非常纠结，也非常遗憾哈，没有看到你们和好，但真的很既然过不到一块去，就好聚好散。那么我们今天是通过一种协议方式来解除婚姻关系，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共同债务的一些分割。他这决定，嗯，我们就这样要离了，嗯，是不是？我呢，给他分析这样过了，做了30来年了，他这样搞，责任都推到我头上了，我身上的债，他离之前要给我还掉。在商谈债务问题的时候，翁女士突然提出要求翁先生给出100万元作为离婚补偿。他最少也要给我补偿。那不我100万，那是给我补偿的，可能要给我补偿。不，你打个白条愿意不了？这个我不会，我哪里来的钱呢？目前翁先生即使变卖房产，也还背负着100万债务，他显然是拿不出这笔钱的，商谈陷入僵局。正当我们的编导上前劝说时，翁女士的情绪突然失控。他没救没你的感情啊，这个畜生！来，我也不要你钱，你去离好了，我不要你钱。我也跟你一起死好了，我跟你讲，我过了30年，你每一张张的事情对得起我吗？你一张张的背叛我，直到这时，翁女士仍然咽不下心里那口气，她坚决要求丈夫给出100万的补偿，否则离婚免谈。看到翁女士情绪激动，我们决定暂时将翁先生带入密室。去你好了，我给你消失啊！是这样的，哪怕你说拿我，也不给你消失。那就要离完了以后，他跟对方结婚了，他吵。苏丹老师再次进入密室，帮助翁女士平复情绪。这是我已经选的路，这是我已经选的路。那等一下，我告诉你，你刚刚也说了，你选的路，你可以往幸福里面去选，可以往好的里面去选。是不是我不服气啊，就是一不服气。有好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啊，不服气可以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离婚对一个女生来讲是很重要，我死也不离婚。我跟你，我跟你讲。一个离婚对一个女人是一件非常重要，但是你看看啊，多少女人是在婚姻里面被耗死了。我已经看到无数个女人从那种痛苦的婚姻中走出来之后，过得那么的幸福。翁女士在苏丹老师的劝说下，渐渐平复了情绪。放手才会获得新生，既然两个人已经没有了感情，何必赌气赔上自己的幸福？离婚应该是翁女士此刻最好的选择。此时密室外，观察员谢雪珍决定和翁先生再谈一谈。他认为即便是离婚，翁先生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婚姻中的过错。我倒建议你哈，你跟现任确实没有感情，我们都看得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有错的。你在婚姻期内不论妻子做错了什么，但是你也做到对他的不忠，对你们婚姻的不忠，错就是错，不可否认。最终我们根据翁先生和翁女士的意愿，为他们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好好的反省自身的问题，好聚好散。咱们从密室出来哈，也充分的尊重了二位的意愿，所以呢，我们也为你们二位拟了一份协议。我们先来看一下协议呢，一共是有5条，甲方是翁先生，乙方是翁女士。协议的内容二位听清楚。第一条，双方同意离婚，自愿去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第二条，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由甲方承担，同时债权也归甲方。第三条，乙方现居住房屋归乙方所有，其他不动产由甲方处置。售房所得等款项，除清偿法院判定债务外，剩余款项优先用来清偿乙方亲戚债务。第四条，如甲乙双方老家房屋被拆迁，拆迁补偿由乙方与儿子均分。第五条，甲方同意
补偿乙方人民币50万元整，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共五条，二位都听清楚了吗？这个50万要外债还光以后可以还，可以给。写欠条吗？说，可以吗？可以。翁女士，可以，就这样。可以，那行，那咱们先签协议。今天我们能够签到这份协议，我想大家的生活都会有一个结束，也代表着一个开始。那我想，其实不管是翁先生还是翁女士，你们应该思考一下，人生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和我们以前对于自己生活当中干净、混乱没有把握好一个尺度。我们刚刚生下来懂事，能够开始自己简单的自理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教我们自己要洗脸刷牙。为什么？要让我们保持一个外表的清洁状态。随着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要清洁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外表，我们还要学会清洁自己的内心，清洁自己的欲望，如何驾驭自己的人生，从内心的清洁纯净开始。虽然咱们今天签的这个协议，但是你们还有两个没有结婚的孩子，这两个孩子对于爸爸的期待，我想翁先生刚才通过电话里大儿子的那番话应该是知道的。您可以有权利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但是我想那不应该以切断亲情作为一个代价，那个代价太昂贵，您承担不起。另外翁女士这边呢，为了孩子以后真正的幸福着想，能够帮助孩子来去接受你们共同选择的这个事实。好的，也希望二位各自都能够好好的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来，回家吧。婚姻是庄严而神圣的，我们希望借由翁先生和翁女士的故事，提醒所有正在婚姻中或者即将步入婚姻的人，婚姻赋予我们权利的同时也对我们进行约束。要想获得幸福的婚姻，首先要尊重彼此，遵守法律。婚姻中容不下背叛与欺骗。